一睇呢個陣容就知道賀歲咁唔易啊！賀歲無敵啊！咁啊，導演係咁，你即係要介紹下《我的情敵女婿》女婿係啦，點樣咧？女婿喺呢度，女婿喺度，情敵都喺度。誒，去揾我拍一部戲，咁我就話：誒，我真係諗到一個幾有趣嘅題材。咁就係幾句説話就講完㗎啦。我話有一個好有錢、好有錢嘅有錢佬，然後有一日就認識了一個很純品即是很靚的後生女仔，咁然後就覺得呢個女仔係令到佢覺得，本來佢不嬲都覺得唔結婚嘅，但係覺得同呢個女仔覺得有可能啊，咁我就話向佢話不如我哋一齊啊咁樣，然後但係個女仔就同佢講話，嗱我屋企有個媽咪，就我一定要將我男朋友介紹俾佢識，你啱啱翻去同我見家長，咁個有錢佬就覺得我咩都做過，未至於見家長，冇問題，翻去見家長，然後一翻到一開門見到個。即係呢個女朋友個媽咪就係啲咁熟口面嘅，原嚟初戀情嚟嘅，哇！多合作好嘅對手嚟嘅，就係劉嘉玲小姐喎。哇！因為我係做阿嘉玲姐嘅助手啊、秘書啊、保姆啊、保鏢啊、司機啊，全部都係我嚟嘅。咁所以好多場景都係同阿嘉玲姐一齊。哇！好彩第一次見到嘉玲姐，我以為都好有霸氣咁樣，好好人，好 nice 又。哎呀，嗰啲有冇飲到啊？飲咗未有，我諗住遲啲都會飲到。咩？遲啲實有機會嘅。我是心美，恭祝東周網所有的朋友，所有好東西都可以長長久久，恭喜恭喜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伍詠薇，祝東周的讀者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，心想就事成，總之2018年是非常精彩的， Happy New Year。 Hello， 我是歐瑪紀神希，祝東周網的讀者新年快樂，